想营造完美的构图，想拍出电影的水准，还想同时保持飞行的安全平稳。有了 Inspire 2的聚焦功能，一双手一个遥控就能将飞行与拍摄把控到完美。在 App 中点击聚焦图标，默认进入快速模式，调整好拍摄目标在云台相机画面中的位置，框选即可对其进行视觉锁定，锁定后可打杆控制飞行器和拍摄对象的相对位置和移动速度，云台会实时自动调整相机角度，始终朝向拍摄目标。聚焦功能通过视觉与 GPS 双重定位，将目标保持在画面之中。通过设置，可切换快速构图模式，点击构图进入模式，在云台相机画面中设置好构图框的位置和大小。当拍摄目标进入构图框区域时，按下 C2 快捷键，即可开始视觉锁定。使用聚焦功能时，可在 App 屏幕中手动拖动目标，或打杆控制云台转动，改变目标在画面中的构图位置，继续拍摄。在快速和构图模式下，可选择自由和跟随两种飞行方式。默认选择自由方式。在自由方式下，飞行器可自由飞行，云台相机会始终锁定拍摄目标。同时可通过 FPV 画面实时查看飞行环境，各负其责，保障飞行安全。切换至跟随模式，飞行器机头与云台相机朝向保持一致，轻松环绕飞行进行构图拍摄。在自由模式下，飞行器默认开启自动自旋。当云台相机锁定目标拍摄过程中，云台旋转角度到达极限时，飞行器会快速自旋回位，以保证云台相机锁定目标，继续进行跟拍。聚焦功能还可以在多种模式下使用。当操控模式处于 S 档或 A 档时，聚焦功能可以辅助拍摄出更极限、更精彩的画面。在直点飞行与三脚架模式时，使用聚焦功能让飞行拍摄变得更简单，画面却更出彩。新一代的 Inspire 2在聚焦功能飞行过程中，还可以对拍摄目标实时跟焦，牢牢锁住被拍对象。这就是聚焦功能，释放云台的控制权，让飞行操控与拍摄变得更加从容。